姐妹们，今天我要去城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，准备租一个。说实话，我真不想在家和俺婆婆生着窝囊气了。前几天恁也都知道，她给俺的锅砸烂，灶后屋又锁住不让俺用。俺老公也是去跟她说了说好会儿，这个事才算是过去。嫂子，你喊上俺哥吧，他也能给你搞搞劲儿。我给他打了电话了，他搁路边去卖西瓜了。当着喊住他都中，你别出去租房子了，搁家里租住我的吧，一个锅3000块钱，这总不多吧，我还保证以后不锁门了。俺才不租的。咋你也嫌多了？要么一个锅2000块钱吧，这总中吧。这咱自己家的房子，你还管嫂子要钱呢？那他们出去租不是也得给你钱吗？搁到家里我还能给他便宜？你别光惦记俺嫂子的钱了。我发现了，你这女人现在光给我唱反调的，恁哥现在还不敢恁商量。我还头回听说婆子问儿媳妇要房租的，要的多了。你看恁母，人家儿媳妇给你买了项链，给他指头上恁粗，你给我买的啥？那俺母前年给你领着啥孩子呀？你给我领了不？你别说俺没良心的，前两天我不是喊给你领一箱了？好了妈，你别说了，俺嫂子搬出去住，不还是想着距离产生美吗？恁俩长时间不见面，你俩关系也会好点不？我呀，以后给他好不着了。走吧，玉露，赶紧走。玉露，你看咱大风吹日晒干活挣的钱都叫恁妈来拍桌了，实在不行我给咱舅打个电话吧。可中，就得找个人说说他。等晚上吧，咱舅白天肯定也忙。哥，哥，哎，生意咋样啊？还可以啊，早上店里一车就能认鞋了。那卖的还怪快的啊。该吃西瓜了。我刚才这是叫人家唱的，人家没唱。该走。对，我刚才打电话问了，一个多月要4000块钱都。那咱去看看呗，顺便给人家讲讲事儿。有个太贵的呀，我们俩先去瞅瞅呗。那行吧。这里边是一间，一共是两层，看见没有？当然还有一个，你要不上当然也看看这家。这二楼是可以。一个卧室，能给优惠点不来的？啊？能给优惠点不？上面没有东西了。其实这地方可以，就是有点太贵了。4000-5000块钱，我还不如给家里好好收拾一下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俺媳妇是咋想的，这门口出路也不是很方便，主要是这个这三轮车进不来，你看就这么大地方，哎，1年6500，咱还不如回家买个空调，弄个篱笆院里，给咱这院子收拾带劲劲的，是不是？的确有点贵，还是再找找吧，这租房子也要找个合适的。是呀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租好的，是不是？也跑了一上午了，我请恁家吃烩面去吧。行，中了，先去吃饭吧。走，去吃烩面去。恁这会儿也吃完饭了，要不先回去吧，行不？中啊。租房子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都能租了的，咱走吧。啊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你看人家卖东西都开了车，你能不能给我点钱，让我也去买个二手车呀？你先挣着钱再说吧，开三轮都中嘛。这都拿不着多少，知道不？你看他那个车才卖10000多块钱，知道不？你们给这卖完都中了，我都跟你说不通了。那都不用卖，你就开到这儿吧。你赶紧卖吧，俺回去了。